能没有要生双子宝宝，本来是想说，九号就要让他出来，结果他还是很有主见的当父亲的。其实生产就是这样，我们都是顺着宝宝的意思啊。那我想也是。弟弟自己挑选要当国庆宝宝，因为本来预期以正常产程来说，应该大概昨天会生，啊，但是昨天就一直停着，到了昨天晚上，突然开始有进展了，啊，然后他挑了一个最好的时间，啊，也是真的是一个好日子，啊，那一切也都很顺利，啊，宝宝很可爱，我刚才跟妈妈说皮肤好白，啊，真的很漂亮的一个小弟弟，啊。